头家，你真正无需要对阿红这么好，因为伊不是你亲生的查某囝。我一次去公司找你，我摕一张遗照要给你，结果摕遗照你无看到，去给曹凤摕去。你好，伊就走去做鉴定，我害讲，伊不是你亲生的查某囝，你后来开始要害我，因为我伫地下停车场，开车要甲我弄死，你刷电甲我刷来，客甲我阿妈叫水淹死，为何我甲破知影了？就把我软禁起来，阿姐我会应当，走去有要曹凤，想要替曹凤身躯得条好处。阿姐啊，我今总算，我今总算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啊，大家。你要哪证明阿红不是我查某囝？老客，因为你的查某囝都是我偷抱走的，当初我嘛是受着委屈，我不得已才安尼做。也不管我的良心，我的良心会怎么了？我阿妈都忍受，所以我才离开做家，老客，请你原谅我。哪里你逃不走那个查某囝嘞？有啊，我有改交代我一个朋友是，本来我那个朋友阿妈生活过得袂歹，不然头家说是你是歹，煞无才调饲这个囡仔，就我甲等在路边。阿妹阿又甲我讲，我朋友甲我讲，讲伊看到一对做好心的阿阿母，把这个囡仔带走，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都是，都是阿芳，曹凤。你已经去做亲子鉴定了，到这你也不承认。我无，我无做什么鉴定啊，我唔知影。但我要对付王小芳，还是因为我讨厌伊。伫咧鉴定报告出来之前，我还是走改神经。唔对，唔对，唔对。就算讲报告出来啊，我以为那是周凯的神经，我跟我爸爸的关系，不过你是因为这条船有什么改变？你讲的无准算。